摸索未能散花情无处虚无声，我问心高谁重，提笔道出万年汹涌，划破天际的虹，是否知道你的行踪，漫步天涯的痛，要等多久才会变冷，我愿我盼，莫问为何转身情断，我愿我盼，一人千愁难独自关，我愿我盼，莫问古琴为谁轻唱，我愿我盼，我叹我愿我盼，莫问古琴为谁轻唱，我愿我盼，我是不是？他想看着你把我给甩了，想看着你让我痛苦，是不是？他现在就在这儿，啊！我知道现在就在这儿。站住！他不顾一切来找你，难道你就这么对他吗？你真是忠实的护卫啊！我甩了他，你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？苏墨，我要杀了你！顺华，你跪下来，把手伸出来。顺华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和我们青川历代圣女血脉相融，所以你的血是召唤朱雀和青龙的必须宝物。从今以后，一定有很多人想要得到你的身体，而你自己也要万分的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原来你躲在这里。怎么？你还要召唤朱雀？她是谁？外婆，她是我的姐妹，从小到大最要好的姐妹。这是你外婆？原来江流儿也找到家了。福儿，你想要做什么？你这个灾星，自从你出现，桃花坳就一天不得安宁。你害得我家破人亡。我的父母和族人现在还困在那里不知生死，而你呢，毁了一个桃花坳，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安身立命之所。那天你说的要召唤朱雀来拯救我的族人，这些你都忘了？福儿，我会召唤朱雀救出我们的族人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现在要靠我自己，我只相信我自己。
而且我要杀了你。你的存在只会妨碍我。福儿，你放开手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好啊，放开你外婆可以，但是要用你的命来换。顺华，你不要听他的。外婆，好，我来换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，我们早就不是姐妹了。我恨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恨不得你死一千遍一万遍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抢什么，但是你抢了，你一次又一次抢走了属于我的东西。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也不会走这么远，一直都回不了头。福儿，你放手吧，无论你什么时候回头都来得及。福儿，你要的人是我，放开。你到现在还在帮他，他就要召唤朱雀了，他是我们的敌人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不杀了他，你是青龙星宿，而你却要保护他。我只是在等他参加完祭祀，因为我们需要他的血。但你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你说你喜欢的是他。我只是一时嫉妒，我嫉妒你跟冰翼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知道吗？在那之后，我一直在找你。我找了你好久，好久。这一切我都知道。你现在把它放开，我们一起回去。等等，我还是要杀了他。我要看着他死在我的面前。我怕你和赤羽一样被他迷惑。福儿，为了他，你竟然跟我动手。今天是荧惑守心的日子，是你力量最弱的时候，你拦不住我的。我就算再弱，对付你还是绰绰有余。那你就试试。跟这些无辜的人有什么关系？我已经失去他了，他不会再回到我身边。我有办法让他再爱上你。什么办法？一种东陵的禁术，叫蒙昧之术，可以控制人的心智。你可以用这个禁术让他回到你身边。只要你放过他们，我就教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可以控制任何一个人，让他们留在你身边。我只要心月湖，你一定会得到他。好，你记住你跟我说过的话，我要得到心月湖，我要得到他的心。我答应你。婆婆。
其他所有人我都可以放过，但是他的外婆必须死。婆婆，走。婆婆。婆婆。顺华，你醒了。外婆，孩子，你没事就好。告诉你，你那个朋友新月湖昨天晚上给你输了一夜的灵力。外婆，我们的族人呢？他们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苏水呢？没事，太好了。丁仪带走了福儿，他们暂时不会来找我。福儿对新月湖还没有死心，我们一切还要多加小心才是。小兵用蜘蛛传来了消息，他们一起去昆仑山了。你可以到那儿跟他们会合。苏水，那我们现在一起去找上官大哥吧。不行，你身体刚刚恢复，还得多休息一会儿啊。我没事的，外婆。他已经死了，不可能，他就在这儿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是他最后的灵力了。我外婆说的不是真话，对吗？他的手还在这儿，我可以抓到他的。婆婆还有的救，去帮我找三块三角形的石头和一壶水来。青川先祖在上，素水要借你们的力量。让青川婆婆起死回生，素水深知此事为大忌，我愿放弃所有修为，还请先祖助我一臂之力。锦城所知，今时寒木春花，木本水源，水月净化，流水不腐，安土重居，石破天惊。相信前世是树，如果有一天遇到心爱的人，就让他喝下乃树的树浆，树神会保佑他的。苏水，
你要的问题我还没有回答你呢。你不能死。你一定会找到你的答案的。我找不到。你走了我怎么找啊？宋华，要跟着你的心走。你的心是我见过最纯真最善良的。只要你跟着你的心走，你一定可以找到你的答案的。不要。苏珊，我知道你无所不能，但你既然是鬼，怎么会有死的一天？宋华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会陪在你的身边，我永远都在。无论你是交了新的朋友，还是做了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知道。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你的答案，想告诉我，那你就抬起头，看看天上的星星，找到朱雀一宿，告诉他就可以了。我会在天上一直祝福你的。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死。盛华，你身体刚刚好，还虚弱着，你准备上哪儿去啊？是他杀了苏神，是他杀了苏神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，你别拦着我！盛华，盛华，啊，盛华！水之精魂，双儿呢？双儿，拿到水之精魂，你也算死得其所了。上官瑾，我们现在也算是打个平手。芙儿姑娘的房间收拾好了吗？早就收拾好了，就在东厢，离少爷的书房很近。还是住原来的房间吗？过去的房间在别院呢，那是不是稍微远了些？远些才好。是。王宝安排你在东厢，也是希望我们住得近一些，有个照应。既然要学习秘术，自然是人越少越好。经过这么多事，我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我不会再交朋友，所以你我之间还是单纯一点比较好。这是对你我都有利的事情，你又何必患得患失呢？你是怎么帮我的，我心里很清楚，也很感激。不过，既然我总是无以为报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的好。你是在介意新叶湖说的话，对吧？的确，我也不想让他误会我们俩之间有什么。蒙昧之术。那是控制人心的法术，就算他现在觉得有什么，以后也不会觉得。你想让他怎么想，他就怎么想。那你何时教？今夜到藏书阁，我先带你阅览典籍。外婆，为什么不让我去报仇？孩子，你现在要是去，那只能是送死啊！我会用火之术。水克火，而且他的吸食禁咒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他都把你恨之入骨了，正在到处找你。这回如果你要是自己送上门去，不正合他的意吗？可是素水是因我而死的，难道我什么都不做吗？哪怕就一点点。你现在已经是玄女了，你完全可以去找朱雀为他报仇啊。召唤朱雀有用吗？素水会因为这个而复活吗？不会，但你不去召唤朱雀，会有更多的无辜人死去。还有，尝试着化解你和福尔之间的仇恨，而不是去报仇，这是我在素水身上学到的。
第一天能有这样的修为，实属不易。福儿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就这样。今天就到这里。我还有余力，我想尽快完成心术。蒙昧之术乃是大耗心力之技术，稍有差池，身形俱损，不可冒险。阿素，你慢点走，我跟不上啊！阿素，哎呀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你想要帮红玲姐完成心愿，你想快点和大家会合，召唤朱雀。但是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不行啊，饭也不吃，澡也不洗，觉也不睡，这还是个正常人吗？红玲姐要是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会很伤心的。哎，说这些我都觉得自己像个老太婆。哎，你看你现在身上味儿这么大，谁看你不躲着你啊？你以为红玲姐的事儿，就你伤心，我不伤心吗？我们现在好歹也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了，你有什么苦你别憋在心里，你说出来啊，这一个人生闷气还不如两个人一起分担好呢，对不对？阿素，你要是再不吃我就也不吃了，你要是忍心饿死在路边，我就陪你一起饿死。我们再走200里就能到达昆仑山了。上官大哥，那我们以后还会遇到百里寒吗？肯定会的，百里寒这个人肯定不会放弃召唤青龙，想来在昆仑山我们免不了一场恶战。小兵，你上官大哥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完全想清楚了，只是要和哥哥对决，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儿。你放心吧，一切有我。上官大哥，那苏墨他们怎么样了？素水跟他在一起应该没什么事吧。苏墨他现在已经找到他的亲人了，我们应该替他高兴。那他应该快来跟我们会合了吧？看时间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，但是佩佩和红玲应该会比较快一点。上官大哥。佩佩。上官大哥，红玲跟阿素呢？红玲姐姐她就这样，阿素天天不吃不喝的，我刚才硬是逼着她洗了一个澡，现在估计又在外面伤心傻坐着。水之惊魂也被柳若霜抢到手，然后又换来一只鸟送走了，现在应该已经在百里寒的手上了。我去看看她。我都知道了，直到最后我都没跟红玲说过一句话。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用语言来沟通，虽然你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，但你给她的情谊可不是别人可以给得了的。红玲是我认识的姑娘里面最乐观坚强大胆执着的，她的生活浓墨重彩，肆意又浪漫，直来直往，坦坦荡荡。我想对他来说，可能最大的遗憾并不是遗憾的本身，而是什么都没有去做。阿索，千言万语都比不上一丝陪伴。希望上官大哥的开导能有些作用。这几天我一直跟阿素在一起，但还是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能让他好受一些。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一起喝一杯吧，喝点酒什么都过去了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忘了啊？阿素不能喝酒啊，他一杯酒就倒了。这个怎么什么都忘了，傻子。
顺利，我见你在修炼灵力，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我只是想到了以前的事情。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自己的灵性，只要稍加利用，便可以事半功倍。不久前，老李涵就是在这里告诉我这些，用灵力幻化一朵花，或者营造一种美丽的梦境，自然是每个圣兽的事。 但这些从来就不是修习的目标。修习的目标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不过，几乎所有的人，他们的精力和灵力都是有限的。然而，真正的高手，懂得利用大自然的灵性，这，他将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源。他的灵力也将没有枯竭的那一天。你最初学习吸食禁咒。 就是在这里。那日我学习吸食禁咒，并不知道它有多大的威力，只是觉得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有什么不好呢？现在想想，吸食禁咒就是百里涵利用我一步一步的开始，而这个树林也让我一步一步陷得越来越深。 百里涵教你吸食禁咒，我又教你蒙昧之术，都是在这冰府大宅之中。冥冥之中，是不是上天注定？我只知道，不管前路是天堂还是地狱，我既然都已经出发了，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。 一切就会好的。 多任务住都不曾习过，以你的灵力，如果一味求快，可能会有性命的危险。你要懂得循序渐进的道理。可是我等不了那么久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新月湖被那个女人抢走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快速提升你的灵力，就是召唤青龙。可是我们就两个人。你忘了在祖庙里。 听川婆婆说过的话吗？苏墨的血是召唤朱雀和青龙必须的宝物，或许我们另有出路。一个不需要八个人的出路是吗？没错，只不过我们现在只知道用苏墨的血，其他还不知道什么天时地利。苏墨一定知道，我们跟着他，用心下追寻之术。 我们会找到他的。看来离昆仑山不远了。这一路你话很少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再难过也没有用。与其如此，不如好好的想想怎么让这样的状况不再发生。下次再见到父王，我该怎么做？杀，或者被杀。 可是，他是你曾经的朋友，但是他现在要杀你和你现在的朋友，该怎么做一目了然。如果你再优柔寡断，
就会有更多你在意的朋友受到伤害。你为什么不穿毛皮？你不冷吗？冷啊，不过我喜欢这样的感觉，这让我觉得我还活着。你以前从来没有感觉过吗？我可以听到，可以看到，但是从来没有感受到。所以说，冷也好，痛也好，于我而言，妙不可。等我一下。你要不要试一试暖的感觉？伤还没有好，是萤火手心。青川大吉那一天，正是萤火手心之日。受这一天象的影响，会持续数月。那你知道怎么解吗？天象，你说怎么解？苏姑娘啊。我们走吧。上官大哥他们还没有到。你们就约在这儿。睡着了，我怕你着凉。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怎么了？你从来没有这么善意的看过我。是不是他回来了，所以你才会这么关切的看着我？回答我！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做了一个梦。原来我经常会做同一个梦，梦到自己活在阳光之中，但是每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都在黑暗之中独自等待。原来的我根本不会有什么感觉，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害怕回到黑暗之中。看样子你没有睡好。我只是在想，风儿为什么这么恨你？连我都喜欢你，他怎么会不恨你？别拿我寻开心了。你是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是吗？就是因为赤羽喜欢你，所以我就不可以喜欢你。你是不是觉得如果你喜欢上我，就背叛了赤羽？我猜对了。我只是不想跟你争辩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如果这个身体只能属于一个人，你希望是赤羽还是我？如果一个人存在，那另一个人就必将会回到黑暗之中。我并不希望你消失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们两个都存在。你必须要选择一个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回答这个问题呢？
我的答案你不会喜欢的。就算我不喜欢，你也要明明白白的回答我，这样我才可以死心。赤羽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终究还是比不上的。我估计有一天我消失了，你不会为我掉一滴眼泪。我不需要，也不喜欢。墨儿，上官大哥。新月湖，上官大哥，苏水的。苏水一直在寻求解决仇恨的办法，最后他用自己的生命去解决了这个仇恨。最起码你的族人也不会再那么恨他，他觉得了无牵挂。你也不要太伤心了。上官大哥，怎么只见你一个人？大家呢？他们都在昆仑山下等着。我们要上昆仑山的话，需要树之惊魂跟水之惊魂，但水之惊魂在百里寒的手里，所以我们先到山脚下跟他们会合，然后再想别的办法。走吧。这就要走了？你还想怎么样？你有了上官锦，就不需要我了。不过，如果我想你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。走吧。马上就要到昆仑山了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们现在除了知道用玄女血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清楚。百里寒，只有他。我们和百里寒合作。他以前那样对你，你不介意吗？我当然介意了。我记得可清楚。不过此一时彼一时，我们要召唤青龙的所有条件一个都没有。唯一知道的玄女血，却还是苏墨的血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和朱雀众人为敌。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，寡不敌众。虽然我还不清楚百里寒到底有什么筹码，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最重视的就是消息。但是此人阴险，表面上会与我们联手，背地里很有可能会陷害我们。他会？难道我们就不会？佩佩，佩佩，阿素小兵，土妞，你来了。红绫呢？你们怎么了？苏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没听错吧？你在跟我说话吗？你可以说话了。跟我出来一下。哎，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？难道阿苏跟红绫？你肯定知道对不对？快告诉我啊！让阿苏跟你说吧。你快去吧。你想说什么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你先别说，我先猜一下。难道你和红绫成亲了？会的，我一定会和红绫成亲的。我就知道红绫她喜欢你，她还老不承认。她人呢？躲起来了。红绫，赶紧出来，我不会笑话你的。快点出来啊，红绫！别叫了，红绫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干嘛啊？这么严肃？他回木耳镇了？红绫死了。
朱雀众人的目标跟我是一样的。朱雀众人正在路上，你打算一个人跟他们抗衡吗？你那个忠心耿耿的双二姑娘在哪儿呢？刘若霜已经死了，不过还好，她也算死得其所。你我之间不必拐弯抹角，你一个人斗不过朱雀众人。 不如我们联手。没想到魔音之滨竟然主动提出来跟我合作，谁让我们有共同的志向呢？可你们是两个人，我怎么就能保证你们不会在最后的关头把我踢出去呢？百里寒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自信，竟然怕被别人踢出局？我们是朋友，也是知己。 也是宿敌，我可以轻视任何人，但是我不敢轻视你啊。